日前，某知名内衣品牌官博晒出了一段代言人杨幂的最新物料大片。视频中，杨幂首先以一袭纯黑色真丝吊带睡裙出镜，一双摄人心魄的大眼睛迷离地望着镜头，完美诠释出媚眼如丝的感觉。海藻般的大波浪配上烈焰红唇，一件黑色吊带将杨幂曼妙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尤其是她堪称完美的腰臀比，可以说是把身材秀于无形，妩媚妖娆，浑然天成。正红色的外袍又给杨幂增添了一点少女的俏皮感，纯黑色与真红色相撞，两种颜色的融合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。一套黑色真丝吊带搭配黑色的印花外袍，瞬间让睡衣变成了秀衣，感觉杨幂穿上后下一秒就要去 T 台走秀。硕大的花样印在真丝外袍上，穿在杨幂身上不仅不显得艳俗土气，反而多了一种温婉娴静的气质。外袍袖口和下摆增加的粉色流苏可以说是神来之笔，瞬间让杨幂化身为人间仙子，灵动俏皮又妩媚迷人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